男兵一位楼上请，拿好你的手牌，小心台阶，哥这边走。荷马史诗之特洛伊木马。呼呼呼，芥末西。我这把好人不带刀，谁刀我谁是狼，记住了。好好。我只能说善意吧。参战参战。不参。参水。他一不对，他一不对。啊！哎呦哎呦！我现在闭麦应该来得及吧？刚刚麦灯应该没亮吧？等一下，发言好吗？他有可能被静音的。OK， 尊重一下我的朋友。过。好的，我推测王拉奇可能是被静音了。刚才王拉奇一定没有刀完人之后那个跑掉，好吧？所以王拉奇一定是好带。然后苏苏小赖狗一定不是那个秃鹫，他根本没有在我面前吃过腿。过。王拉奇报警了，是不。然后朱大强的意思是说苏苏是秃鹫，对吧？那朱大强没有说任何，就是身边王拉奇到了步步的信息，对吧？我想出朱大强，过了，不开玩笑的啊。听这个发言确实，我怕他们猜我提防。王拉居报的不，你朱大强因为耗子他们好像看得到，但是啊，他是一张点秃鹫的牌，我先等一会儿啊，我先听一下这苏苏小赖狗怎么回事儿。过，反正耗子发言，尊重公主发言，点票是好。首先朱大强，我觉得他是好的啊。然后其实我还是比较怀疑王拉奇到了加拿大，然后假装不说话的。我只是刚才想让大家发言一下。过。王海军发言啊，我这边的话是出生在发动机，我离娱乐室很远，我走到那个娱乐室上面那个过道这边，当时我有看到过猴哥，然后的话别人我就没有看到过，刚刚到走到娱乐室上面的过道这边就报警了。拉奇这边有没有可能到了加拿大的话，那就看后诸位发言嘛。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是被静音的，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装的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我觉得我现在头顶上面可能架了一把狙，所以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弃票的。挂。王爷，你敢这样子捞啊？而且王爷每次说他复活在发动机那边，他你们信不信？他那个关灯任务应该是做好了。好吧，就以我对王爷的了解，然后这边的话王拉奇应该是到加拿大了啊，那没办法，我肯定要出王拉奇啊，这是不对。那秃鹫的话，你七个票，我感觉你出去也不好吃，狼这么多，你要不为好人做点事先点一票，这是不对，先出王拉奇啊，这王爷出去可以直接刀啊。过。耗子发言。你别这样，王拉奇是鹈鹕，叔叔小狼狗是秃鹫，他看到了，王拉奇吃了心还是太医来着？那我挂票挂倒了。叔叔小狼狗，喂，起票过。他看到了，算了，不演了。哎呀，他看到了。王拉奇是鹈鹕吗？如果这把鹈鹕能赢。哇，这票分的，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就会变得巨高。我投的浩姐，真的吗？我也投的浩姐。OK， 巨高，开麦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走到哪里刀到哪里，这能赢？那就是巨高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哦！双倒了，警长，耗着，你看，警长双倒了。
那这轮也没得玩了，过吧。胡歌，我想一想啊，猪猪，王野，我感觉不对呀、啊，猴哥猛按空格，耗子折得脑缺氧，忘了拉奇提，那我不知道了呀，哎，拉奇你说吧，过，裸点三狼十八 Z 朱大强秀才。没办法，赢不了了，我帮提壶气一票。哇，猴哥，我那个嘴都已经要 CD 了呀，这个猴哥摁了一手报警，你猴哥那是什么好人，我是不信的。耗子猴哥算了，反正耗子上一把头杀的人我装的静音，但是确实是耗子杀的，因为我在想他会不会看到我吃人呢，他一是我吃的，那好人就投耗子，反正我只能弃票 alright， 但我不会现在弃，你们先弃 OK 过。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警长双刀，还是说猪猪刀了王爷孙悟空上手啊，但是这把肯定是先投耗子的局嘛，拉狙可以放一放，我反正投耗子了，我铁好人过。嗯，先投耗子，因为猪猪的那个尸体跟王野的那个尸体是重叠在一起的，不是警长双倒，警长双倒的话应该是两个人的尸体是有距离的，所以说应该是猪猪刀了王野，然后猴哥补了一刀，懂了吗？先出耗子过了。嗯，那猪猪应该都对。左边发动机集合。啊，啊，好，集合。啊，啊。左边。他们全是坏人，我们好人集合。好人集合，好人集合，炮的中位。OK， 收到。大数据。啊啊好，哎，你别吃我，我加拿大，你最好吃。拉起拉起拉起，把我吃，拉起吃我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好，你把十八有刀吗？你们走开，我吃一个，有刀。OK， 那我们去做任务，跟我走，走过去。你先送，你先送。那我跟你走，我们走这边。你走，没事。你直接往任务去没关系的，他刀你我去刀一个直爆场。你去发动机那边。他可能是好人，他可啊哈，一子。你报到了吧？对，报到了吧？出耗子啊，过。他复仇，他直接刀一个，再报警嘛。猴哥，加拿大是不是还没出来？我好像是你刀。我吃你是为了吃你而吃你。我刀了一个不是加拿大，你刀了一个不是加拿大，拉奇吃了一个不是加拿大。叔叔，说加拿大应该还在。十八岁是被吃进去的，他不是加拿大。我还能吃个耗子？你是不是刺客狼啊？加拿大应该没了。那王拉奇上来装静音，他报的警嘛？等会儿，给我个机会。不给，不给。啊。这么长时间没聚队了，已知加拿大已经死了，猪猪公主带刀，那么快很急，这咋办呢？这朱大强秀才里面有个带刀，朱大强和秀才里面有个带刀，快！哦、
我带刀，我复仇没刀出来，但是我R会摁得更快嘛，更快复仇摁得没那么快，我两个一起摁的。可惜了。哎呀，开灭火，猴哥。还开。开什么呀？啊哦、开灭火，开灭火。哦哦哦，没了。哎呀，我都说猴哥他可能吃了个好人。哎呀，正义鹈鹕，正义鹈鹕。我还吃了个耗子，我看到开局王拉奇吃了人，我看见了。那怎么吃人还装静音是干哈的？这是我想了一下，他组织不出来语言，可能对的，宕机了。那好。就很棒。